过杏过儿啦，都系民不聊生噶啦。特别咧，我系做影石嘅。之前咧一个月我啲公司咧可以做得400多万一个月，依家咧一个月100万就做唔到，大部分都冇嘢做，冇公开。你好似我哋出行啦，各方面都已经系冇咁方便啦。你要去翻工，你都唔系话想去翻工就可以去到翻工。之前就试过翻工，翻咗4个几钟先可以翻到公司。有阵时翻到公司啲客未必可以过到嚟，咁呢个就肯定系我哋系手停口停啊嘛。你服务行业个个都系咁噶啦，即系你唔做嘢，你就冇收入噶咯。我嗰个做旅游业嗰个朋友咧，佢系今个月开始就翻一半啦，一半系无薪假咯。你谂下，为咗呢坛嘢，几多人冇咗一个正常嘅家庭生活，真系好痛心咯。出街买嘢唔方便咯。因为他们每一个周末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都要搞嘢嘅，咁啲店铺咧又闩晒啊，我哋买嘢都买唔到，同埋佢哋好暴力咯，搞到我哋出街都好惊噶，我做咩惊啲警察？警察喺度，我哋先安全啊嘛。大家出街同埋翻工都好惊啊，好惊自己边句说话讲得唔啱啊，可能俾人打，惊自己可能着边件衫做得唔啱都俾人打。点解我哋要搞到咁呢？这个是不是全部香港市民真的想要的，就是这样的，我不相信咯。